下马上动起来，吸引旁人目光。只见他手舞足蹈，却面无表情，动作跟其他人还不太一样，让气氛变得有些诡异。这是名导提姆·波顿执导的影集《星期三》中跳舞的片段，珍娜·奥特加在里头饰演古怪又阴沉的少女，而同样的片段到了抖音上被换成 Lady Gaga 的 Bloody Mary。Wednesday, what are you gonna do? What I do best.跟原曲 Google Mark 契合程度不相上下，珍娜奥特加受访就透露，这段活尸舞是他自己用角色性格编排，现在引爆模仿热潮。打开 YouTube 或抖音，原本的歌或女神卡卡版本，大家都争相翻拍。毕竟《星期三》这部戏人气超高。Wow, what happens to you?I break out into hives, and then the flesh peels off my bones. 这部《阿达一族》真人外传结合魔幻阴森风格，珍娜·奥特加饰演的星期三阿达展开灵异校园生活。Nevermore continues to be a place where the questions far outweigh the answers. 准备解开一连串谜团，《星期三》上线首周观看时数就以3.4亿小时打破《怪奇物语》第四季2.8亿小时的成绩，第二周更在89个国家都稳坐冠军。或许因为活尸舞助攻，创造亮。亮眼成绩，让不少影迷觉得不追不行。TVBS 新闻庄启源、徐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